我住在香港的朋友一定要请我吃这上界有名的顺德菜。是鲮鱼啦，这鲮鱼是什么？黄鱼吗？还是什么鱼？所以朋友又说他要负责介绍顺德的鱼翅，这叫做红烧海王生翅。你看顺德呢，料比较足，它有其他不同种，有不同的海鲜，有虾啊，还有蚌类。平常香港人的海这个鱼翅呢，它是不加，它只用鸡汤的。珊瑚蚌，珊瑚蚌呢就是一种贝类。对，可以帮你说两句吗？花枝跟珊瑚蚌。花枝，珊瑚蚌就是花枝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它是两种，是一种贝类。对，它用芹菜炒，那芹菜这个花枝跟这个刚才说是什么？珊瑚蚌，珊瑚蚌是香港在，应该是海里面的，所以香港才一看是南非包，南非包对。这味真好吃，爱特别记起来，叫做煎焗南非孔雀包。我们这里其实没有鲍鱼，我们这里没有鲍鱼，大的鲍鱼是日本来的，小的是南非煎焗干鱼，对不对？那个鱼哪个呢？大家看这鱼，朋友介绍到这一定乱鱼啊，这味叫做红七公乌糟鸡。这个鱼不是吧？哎呀，金的金的，金的可以说是红龙烤川西人，用红枣，然后这个葱啊，葱啊，还有各种佐料，然后去蒸的，它就是它有名的。不过这名称还很好听，头抽干烧花竹香。头抽干烧花竹香，竹香。头抽什么？抽就是导游。导游就是肉的那个酱油，酱油导游啊，导游，哦，他们叫头冲哦。头冲是什么？就是头等的酱油，第一炸。哦，第一次，第一次炸起来的酱油。这边叫做热流蓝角骨，啊，这是浓汤鲜菌龙夫菜，鲜茄鸡粒炒饭。这个就是用红柑来做亲像的三杯鸡安尼啦。啊，老实讲，这些人拢是外行哦，所以介绍了里里落落。要紧，今仔夜晚食了实在是真正的欢喜，多谢收看。